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平日里那些交好的人，其实都是因为聊得来才会成为朋友的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再好的朋友，如果还是及早断交得好，以免伤人自伤。快来看看你有没有遇到。祸不妄至，福不图来。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班，欢迎订阅。道德变坏的朋友，断交就是洁身自好。春秋时的某一天，子贡问孔子如何交朋友，孔子说，忠告而善导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发现朋友的过错，要及时提醒和引导，如果他不听劝告，那就要断交，否则就是自讨没趣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不可能不犯错误，但是知错能改，仍旧是一个好人。如果不知悔改，就是朝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，人生注定要跌落到低谷，并且没有办法重新站起来。做人要保持洁身自好，即便是在淤泥地里，也要坚持做一朵莲花。如果无法成为莲花，起码要变成一株昂扬向上的野草，把追求干净的天空作为自己的目标。那些有好变坏的朋友，你就要主动断交，不要被他们染黑了。比方说，一起读书的同学走进社会之后，他变成了一个骗子，你就别理会他了。即便是同学聚会，也要和他保持距离，你甚至可以拒绝这样的同学聚会。暴力倾向的朋友，趁早断交。前段时间，唐山打人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虽然几个罪魁祸首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但事情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成了不少人心底的阴霾。这就是暴力的可怕之处，伤害的不仅仅是受害者的身体，还有知情者的心灵和情感。我们的身边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人，平时看上去一切正常，甚至大大咧咧，性格直爽，很是讨喜，但是一旦受到点刺激，遇到点不顺心的事，就分分钟情绪失控，像头发怒的公牛，只想着用拳头解决问题。这样的人要么是真的自我控制力差，过于容易冲动，要么是骨子里就充满戾气，根本不想控制自己的暴力，用冲动做借口，满足自己的破坏欲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遇到这种人最好敬而远之，不要觉得他只是对别人暴力，拳头只要落不到自己身上就没有关系。要知道，暴力只有零次和无数次，暴力的人他的暴力从来没有特定目标，他今天可以用暴力对待别人，改天就可能把拳头挥到你脸上。所以对待暴力的人，如果没有能力制止，那就及早远离，更不要提做朋友了。经常抱怨充满负能量的人要断交。为什么那个多人都讨厌祥林嫂，就是因为她太负能量了，一直在抱怨自己的命运。祥林嫂是鲁迅笔下祝福中的一个小人物，讲述了她这辈子命运坎坷，却活得没有热情，最后晚年过得很凄凉。祥林嫂嫁了两次，第一次嫁人后丈夫不久就去世了，婆家人觉得她很没福气，嫌弃她，又把她嫁给了第二户人家。祥林嫂第二次嫁人之后，丈夫其实对自己挺好的，也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却没有想到命运对她还是没有优待，丈夫又去世了，儿子还被狼叼走了，所以祥林嫂又被人赶出去了。她来到一户人家中打工，心态更加不好，每见到一个人就跟别人说自己的遭遇，刚开始别人还挺同情她的，但是她天天都说，别人也挺烦了，甚至觉得她就是在抱怨，一直放不下过去的事情，一直无法开始新的生活，所以个个都远离她了。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了，如果身边总有一个人对你抱怨这抱怨那，你也会觉得不耐烦，甚至觉得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心情。心理学家大卫·波来说，有的人就像垃圾车，他们装满了垃圾四处奔走，充满懊恼、愤怒、失望的情绪，随着垃圾越堆越高，他们就需要找地方倾倒。充满负能量的人其实就是在消耗别人的情绪，常常把鸡皮蒜毛的事情挂在嘴上传播负能量，自己对生活不积极不热情，觉得自己总是很倒霉，觉得为什么命运就对自己如此不公。越是这样抱怨的人越过不好，反而身边的朋友也不想跟他接近。负能量其实就像一味毒药，可以削减你的热情，让你消沉，所以没有人会喜欢，就算是关系再好的朋友，总是传播负能量，也会被人偷偷远离的。理所当然的消费你的情感的人要断交。人际关系里面有这样一种现象，就是认为别人对自己的好或者帮助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仅心安理得的接受，还会吹毛求疵，完全没有知恩图报的心。
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以外，没有谁应该对谁好。即使是父母和子女之间，也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加持，更何况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关系。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种人，利用他人的善良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不管是在工作中、生活中还是情感中，都有这样的人。比如说工作中你处于友善，对他人慷慨帮助，但却让有些人觉得你好欺负，利用你的善良对你进行道德绑架，尽情的消费你的情感来方便自己获得自己的利益。在生活中你觉得有些人很可怜，对他动了恻隐之心，于是给他钱，希望能够缓解他的困境。殊不知对方吃定了你的善心，对你索取更多，一旦得不到就诋毁你、谩骂你。在感情中你为一个人付出了很多，以为对方会回应你，殊不知在对方看来这是你心甘情愿的，也是他的魅力所换来的，他会心安理得的、理所当然的向你索取更多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学会拒绝，因为一段好的关系不是靠单方面无原则、无底线的付出来维持的，一定是双向奔赴的，否则你付出再多都是处于低位，难以赢得对方的尊重。而且跟这样的人相处久了，只会让对方变得更加得寸进尺，贪婪的本质也会暴露无遗。这样的人关系再好也要断交，及时止损为上策。与不求上进的人要断交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攀越的过程，你走得越远，站得越高，越能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。想要得到就要付出，这是最基本的供求关系。如果只想躺平，什么都懒得去做，即便天上掉馅饼也没有你的事情。生活中有一种人，虽然已经到了中年，却依旧一事无成。他们本身不努力，却还总是埋怨命运，久而久之就变得负能量缠身，逢人就说自己的不幸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安于现状，混吃等死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还完。而他们之所以负债，主要是因为盲目投资或者染上了赌博，总之没干过一件正事，对于婚姻、家庭、父母和子女等也很不负责任。这样的中年男人无疑是令人看不起的，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，百害而无一利。他们只会影响你、拖累你，适当的保持距离才是一种难得的聪明。机会永远青睐那些做好准备的人，你拥有再好的资源却不肯付出努力，也会与你失之交臂。和上进的朋友在一起，他们积极向上的态度会影响到你，你追我逐，彼此都能变成更美好的模样。相反，和不求上进的人在一起，你会逐渐堕落，直到迷失方向。比如你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工作，积极进取，他们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目标，你就会不自觉地和他们一样，变成一个努力拼搏的人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天天都是吃喝玩乐，那么你也很难不受影响，变成不求上进的人。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而懒惰最终会让你一无所有。如果不想成为让自己失望的人，尽早地离开你身边那些不求上进的朋友，否则你会被他们拖累到一事无成。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人活一世，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若能够万事都能舒心地做自己，何其不易。即便是自己一个人，也不要那些与你人生无异的朋友。要知道，好朋友不是求来的，而是在各自奔跑的道路上相遇的，是相近的三观促使你们走到一起，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让你们成为惺惺相惜。人与人之间潜移默化相互影响，人品好的人也会影响你做一个好人，而人品差的人则会把你走入歧途，甚至走进深渊。断交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友谊绝对的否定，而是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为自己创造更好的人生。当我们从一段不健康的友情中解脱出来，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结识那些真正与我们产生共鸣的人，建立更为稳固和有意义的友谊。祸不妄至，福不图来，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班，欢迎订阅。